当开始忧虑未来的时候，我们的青春就过去了。也有人说，在迷初的年纪，在校园的时候，我们的青春才是最绚烂多彩的。是啊，无论是我们的青春长也好，短也罢，都终将啊成为我们生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就像我们的亚青会志愿者口号一样，让青春更美丽。关于志愿服务啊，我想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。我想问一下子燕同学，对于志愿服务有怎样的看法呢？其实这次没有机会能够参加，就是作为亚青会的志愿者，我还是挺遗憾的。因为自己在北京上学嘛，就是接触这方面的机会相对来说少一点，所以其实我也特别想，如果有机会能够在2014年青奥会的时候也做一次志愿者，跟大家一样，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啊，做一些培训，甚至是在赛场上服务。我觉得志愿就是，其实我想的很简单，就是能够看到别人得到自己的帮助，看到别人会很开心，我觉得自己就很满足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知道昨天呢是青奥会的宣传大使，也是我们亚青会的特邀志愿者。今天呢到了我们歌手大赛的比赛现场，也是想为我们全体志愿者啊加加油鼓鼓劲。那么我们有请昨天再为我们说几句打气加油的话吧。能够收获更多的感动，甚至收获一些爱情。谢谢。好，谢谢泽天同学。请泽天同学稍事休息，我们马上继